大家好，我是高手。今天录这个视频跟大家聊上几句。前些天广东潮汕蹭饭的视频播出去之后被喷得很厉害哈。争议饱受争议哈。非常抱歉，然后昨天海哥也发了声明视频，也向潮汕的朋友道过歉了。也希望潮汕的朋友不要不依不饶如果你们非要一个说法我今天跟大家也给大家一个说法希望大家也不要对号入座，就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古话说得好。我们录视频，我们是真实的记录，可能会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自己的感悟。偶尔会词穷，就顺口一来。如果有冒犯希望您大人有大量海纳百川希望能够原谅如果您一直抓着不放岂不有损您的形象，是吧？我们也没有恶意蹭商业也好，真的是无意蹭的。去蹭饭也好，我们也不只说蹭广东一个地区我们基本全国都蹭遍了蹭饭并不是说吃不起饭，可能你们不了解不理解但是我们是通过蹭饭这个途径、这个说辞，去探索陌生人与陌生人之间的一种很奇妙的这种感受，就是通过蹭饭去探索人性的热情冷漠其实这也并不是绝对的当然视频拍出去有观众看观众自己会有自己的想法公道自在人心嘛让观众去评判。当然如果观众过分解读造成不良影响我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如果说您一直抓着这个事情去私信骚扰评论骚扰，或者更有甚者通过海哥视橱窗小店后台去骚扰，那不是不是冤冤相报何时了？正如所说，你不理解我们蹭饭，我们可能也对你们当地的风俗习惯不了解。正如所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我们正是因为不了解全国各地的风俗，所以我们才脚步丈量地球，心灵感悟世界感悟世界不敢说，我们先了解一下全国各地的风俗习惯分享给大家，让大家有一些人足不出户也能看到全国各地的风景、全国的风土人情，这也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怎么可以说我们是乞讨呢？好吃懒做呢？做自媒体也是一份工作，不管赚多赚少工作不分卑微贵贱尽力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好。您的老板我拍我的视频，互不干扰，我不触犯您的利益，您也别揪着我不放我们在别的地方有的时候蹭饭也没有蹭到但是人家就是会有一些不好意思，我们也不会怎么去说但是到你们那边蹭饭我说终究说到底，我现在还是那句话潮汕人民可能思想稍微保守一些，稍微排外一些这也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情，因为发达地区嘛经济比较发达，钱比较多都得安全意识要强烈一点我那天录视频也说了，小孩子不吃我买的东西我很欣慰我很欣慰，我没有说小孩子教育不好是吧
反正说这么多嘞，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啊。我尊重各地的风俗啊，请大家也尊重我们的这个工作啊，这个工作不违法啊。如果您觉得不喜欢我们，那您就不要划过啊，不喜欢看就划过啊，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啊。不要觉得痛心疾首啊，非要你死我活。蹭饭我们也不是白蹭啊，我们在路上旅行路上也会或多或少的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啊。世界那么大，怎么又容得了你，容不了我呢？以和为贵，家人们，今天就说这么多啊。